罗尼亚姐姐，展信佳。虽然前天刚刚才写完第二封信，但是有很多事想和你说，所以不由自主又拿起了笔。昨天剩了碎牛肉，做不成牛肉饼，我捏成了丸子当做早饭。前天送来的土豆不太容易煮烂，花了很久才捣成土豆泥。我尝了尝，没你做的好吃，还是缺了迷迭香。小乔倒是很高兴地吃完了。我也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去折了些迷迭香剪碎备用。我忘了戴手套，断口流出的汁液粘在了手上，洗了好多遍才洗掉。其实我还用迷迭香做了两个香囊。我失眠好几天了，小乔也一直在做噩梦，可能是因为药量加大的副作用。但是闻着香囊的味道，我感觉好多了。看来书上说的是对的，迷迭香的香味可以安神。不对，也有可能是让我联想到姐姐身上的味道，因为这样就好像姐姐还在我身边一样。不过我担心只靠香囊自己撑不了多久，不行的话我还是会和胡狼医生说的，再开些安眠药，还是吃药比较轻松。虽然你最近总是和我说尽量少吃药，因为吃药而产生的副作用，为了抵消副作用而吃更多的药。我也曾经对此感到困惑，这到底是一种疗法，还是某种恶性循环？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生了病，而在这里可以得到免费治疗。老师曾经说过，生了病就要治病，医生会想尽办法治病，病人要做的就是配合医生。既然胡狼医生已经研究出了能治病的药，那我们什么都不用想，只要吃药就好。我知道姐姐你最近对医生他们有些不同的想法，但老师是老师，是我们尊敬的人，他相信医生，那我们也应该相信医生。所以我想姐姐你只是多虑了而已。而且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比小乔先倒下。每当我想到小乔的病最严重，我就觉得我没有理由感到痛苦。小乔他需要接受单独的治疗，但每次回来都会昏睡很久，问他的时候也不记得治疗的具体内容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写这些的。总之你也要乖乖吃药哦，期盼你的回信，希尔。早晨，乔弗利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超级大甲虫。镜子中的自己蓝到发青的身体，坚硬的虫甲，还有六条腿。乔弗利，赶快穿好衣服来吃饭。他听见有人在喊他。不是布罗尼亚姐姐的声音，不是希尔姐姐的声音，是医生在叫他。乔弗利这才想起昨天自己吃了晚饭后被带去了观察室里，没有回到孤儿院。他拖着六条腿笨拙地往楼下跑，因为把握不了平衡，咕噜噜地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乔弗利走进餐厅，有好多医生走来走去，但谁都没看他一眼。早饭有香肠和橙汁，香肠煎得脆脆的，里面还有芝士，但乔弗利觉得吃起来有药的味道。是因为我变成了甲虫吗？乔弗利停下了手，看着香肠。乔弗利有点想念布罗尼亚姐姐做的牛肉饼，牛肉饼用姐姐自己种的迷迭香调了味。牛肉饼没有药的味道，乔弗利舔了舔嘴唇。医生们在他周围走来走去。乔弗利举起了手，医生，医生，你们看，我变成虫子了。有一个医生走了过来，是那个长长的黑色头发的医生。虫子会喜欢吃香肠吗？医生问他。早饭结束后，老师来接乔弗利。在车上，乔弗利又问了老师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和虫子很像？
说什么呢，傻孩子，老师头也不回地说。乔弗利看着车窗上映出的自己，还是一只虫子，怎么就没人看出来呢？虫子可以当医生吗？乔弗利犹豫了一下，又问道。老师透过后视镜看了看他，说，你做噩梦了吗，乔弗利？或许我们该调整下药剂量。至于虫子，我们可以回去后再讨论这个问题。乔弗利蹑手蹑脚地从后门溜了进去。他用六条腿上了楼，上楼比下楼容易多了。他举起其中的一条腿，敲了敲希尔的房门。是我，乔弗利。门开了一条缝，希尔探出头来，一看到他，希尔的眼泪就涌了出来。乔弗利，他们把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希尔姐姐能看见他变成虫子了，乔弗利的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变成了甲虫，但没有人发现。会不会我一直都是虫子，但一直没有人发现，也没有人在乎我是虫还是人？我会在乎，乔弗利，布罗尼亚姐姐也会，我们会在乎的，你很重要。希尔姐姐说。那我还能变回去吗？我会想办法的，好吗？相信我，小乔。希尔姐姐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，弄湿了乔弗利的胸口。乔弗利有点难过。希尔姐姐踮起脚，使劲揉了揉他的大脑袋。姐姐来想办法，你一定有办法变回去的。但乔弗利发现自己变成虫子后长得比希尔姐姐还高了。他的愿望就是快快长高，早点保护希尔姐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变成一只甲虫或许也没什么不好，虽然他还是不想变成虫子。不如再睡一觉好了。乔弗利乖巧地点点头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乔弗利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虫子了。他高兴地爬下床，穿好希尔姐姐给他缝补的小衬衫，套上心爱的灰色裤子。没错，我是乔弗利，我是人，不是虫子。他打开房门，看到了门口黑色长头发的医生阿姨，还有老师。他们看着他，捂住了嘴。乔弗利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惊讶。他向前跑去，越跑越快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跑那么快，就像自己有六条腿一样。他只想快点见到希尔姐姐，告诉她。乔弗利的甲虫日子结束了。录制键打开了。好，虽然想之后当面和你说这些事，但以防万一，还是布罗尼亚希望用不上这段录音。希尔，现在离约定见面的时间只剩十分钟了，布罗尼亚一直以来的疑惑或许马上就能得到解答。其实在正式前，布罗尼亚不应该说的，因为那只是猜想，而且布罗尼亚希望是自己猜错了。但是希尔，我还是先说结论吧。我觉得小乔没有接受治疗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处罚或者是实验，但肯定不是治疗。这只是布罗尼亚的猜想，因为小乔不记得，主治医生胡狼更不会说。布罗尼亚以前也曾怀疑他们是不是对小乔做过什么，但小乔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前天，就是前天，小乔接受治疗回来又昏迷不醒，他出了很多很多汗，衣服都湿了。记得布罗尼亚让你把老师叫走吗？因为每次小乔回来，老师一直是他的第一个接触者，是老师负责给小乔擦身换衣的。所以布罗尼亚想赶在他之前溜进房间确认下小乔的情况。小乔躺在床上，但布罗尼亚却完全无法触碰到他。
布罗尼亚的手径直穿过了他的身体。但当布罗尼亚再次伸出手时，指尖却传来了真实的触感。布罗尼亚不知道小乔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他真的生病了吗？得了一种会变成幽灵的病吗？这时外面传来了老师的脚步声，布罗尼亚连忙从壁炉的烟囱爬了出去。你知道吗，希尔，我们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。之前布罗尼亚虽然怀疑过胡狼，但老师一直都是布罗尼亚尊敬的人。老师是小乔接受治疗后的第一接触者，他一定知道在小乔身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们明明那么相信他，布罗尼亚会和他好好谈一谈。离预定时间只有两分钟吗？老师怎么还没？好像有人来了，不对，这不是老师的脚步声。希尔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带着小乔离开这里。